在他要杀这个牛的时候，屠刀不见了，杀牛的刀啊不见了。他心里很奇怪，他说刚拿出来刀，怎么刀没有了呢？完了，他昨天看见这个母牛啊流眼泪，看那母牛流眼泪像人一样的恐怖不安，周身在颤抖，看着他这个小牛，看着牛犊那个表情啊非常的难受，非常的难受。那小牛犊在这墙角上坐那儿啊，一动不动地坐着，也是那个流眼泪，小牛犊流眼泪，看着他的妈妈，看着母牛。在这种情景，这个张屠户啊，他的心呢、啊、就动了。动，先动了，啊，他就去撵那个小牛犊，怎么撵他，怎么打他，牛犊不走，说什么都不动。然后这屠户就回去拿个棍子来打这个小牛犊，拿棍子打那小牛也不动，这个小牛还小。所以这个屠户啊要抓着这小牛的两个前腿，把这牛犊啊就推开推开。他把牛犊推开，他发现他不见那把屠刀啊，要杀牛那个屠刀啊就在牛犊趴着握着身底下。因为这个小牛犊看见这个屠户张屠户要杀这个母牛的时候，就在他不注意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个刀啊藏在他自己的身下。在这牛犊来护他妈妈，这一幕啊，这个警戒线啊，这张屠户看见他就非常的感动，感动。那他就把这个母牛的呀捆绑牛绳索呀就改开了，他把母牛一改开之后，那小牛犊就过去跟他妈妈亲呐、亲热。那母牛呢，也用舌头来舔这个小牛，一边舔。一边就嘟嘟囔囔的咕噜咕噜的说话，对，牛犊小牛犊好像听懂了，听懂了他妈妈那个老牛跟他说的话。这个小牛犊就跑到这个张屠户跟前啊，就给他跪下了。这一部要演成电影，可能就很感动人。很好看的，他俩前腿就给他跪下了。张屠户他就是屠户啊，杀牛不眨眼的了，对，他平常又没有什么感动，啊，今天他就感动了，不但这个牛他没有杀，从此不杀牛了，信服。信奉佛教，皈依三宝。在这段故事记载当中啊，这个牛，这个张屠户活了86岁。在他很老的时候，他死了，张屠户死了。那个小牛犊在他家里养着的，那个小牛犊。也长老了，张屠户死了之后，这个小牛犊
就是这个牛啊，不吃不喝，七天也死了。说一切众生都有感情的，都苦奈何他自己的生命，能够尽行受，不杀生命。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做，尽行受，不杀众生，完了把这个功德又回向给众生，使众生啊，惊恐忧怖都消失了，这就叫无畏施。布施给众生无畏，这比那财施还重要，重要。说对一众生，他都生安全感，不伤害一些众生，使众生啊远离恐怖。由于不杀生的这个善根成熟了，这个善根说中了，善根成熟了，所感应的是什么呢？在地狱恶鬼畜生啊，人天，这五道众生都在生死轮转当中，因为杀生造成了身与意，造成了身与意业，一切恶的业障乃至于烦恼障，一切有情障，一切法障，一切寿命障，就障你的寿命啊不能活得长，障你闻法的闻不到法，这个呢自己入室坐，叫他也入室坐，就是叫这就叫见微随喜，叫一切众生不要做杀业人，不要杀众生。哎，对于不杀业的见微随喜，远离杀生轮。这些个报感过去生有过杀生业的，也有今生不杀生，把过去的余业呀、也消失了，灭无余，不受果报。过去杀生业的果报是前际，前际就是以前过去的，由于今生尽行受不杀生，尽行受不杀生的这个种子，善种子成熟了，这个善种子成熟了，说你过去的所有的生中做的恶业，做的恶业，这个恶业是你的六段轮生，六道轮转不能消失，由于今生的这个善业不杀生，熔断杀生业，这只是深业当中的一业啊，就是你这个善根成熟，不杀成熟，能断这个善根成熟的，能断你的身口意。其他的业障啊，也能断其他的业障，那所有的进行的圣道的障碍，说你修道的障碍，修道障碍嘛，烦恼障啊，一切的烦恼障啊，种种的烦恼，第一排你不能自在，自在，还有一些有情的障，
因为你对友情起过种种的伤害，种种的伤害，那受住友情的这些给你做障碍，修道不成，有果报上的文法的障碍，因为你不能信解过剩的杀生的业，障碍你学法的障碍，学圣法很难，学不成，杀生的短命报，这寿命上的障碍，本来你活到70岁80岁，由你杀业太重，短命死亡夭折。但是你今生不杀生，不管你所做的种种的业，见闻随喜，由于今生一业的成就，就是远离杀生。这一个善业的果报，使你那个苦报啊，本来应该受苦报的，由于不杀生，远离杀生，由于这个果报，能令你所做的恶的障碍的果报消失，消失。奉行一善，能够始终不犯，就可免除三途之苦，不受苦报。与现身中助人天堂，皆共情奈无有揣虑，身心难乐，寿命长远。结命中时候，身心呢没有忧苦的底牌，所谓善终，吉祥而行。在你生命尽的时候，你的家庭的亲人呢都能在你的身边，就是不杀报的现生的利益，现生的利益。同时在你临命中的时候，不见可怖畏的阎罗王、阎魔王使，或者微见可意成挑善法、具戒复读、真实福田的善知识，能在你的身边，就是不杀生这么个果报你感到，同时呢身心欢悦，深生敬信，对于善法啊，这还没说到三宝，深生敬信。命中之后他没有其他修行啊，这只是个不杀业啊，因此感的环抱还生人种，还能生到人，还能做人。做人的时候呢，六根不缺，不是生下来就是秃子、瞎子、白子，这些毛病都没有，四肢的肢体具足，无病长寿。诞生的是相续的呀，前生不杀的感冒，今生他也不会再杀业，不照杀业，就是那相续。所以能够端正，说身体啊，相貌端正啊，安稳快乐过一生，这是说不杀生的来生的果报。说临命终的时候，不堕三途，也不到阎魔王，见不到阎魔王。只遇到可意的，对心体能够有善法领导，还能清净持戒。清净持戒指道，遇到道高有德的人、善知识来接引你。这当然也劝他念佛了，或者念法了，或者说法了，
说命中之后呢，身心欢悦，现象非常好，福运可意的成条的三法，就是你随你的因缘遇到的真正的善知识，清净具德的，你是他，而学习离杀生法，就也得复读的善知识，真正的福田僧，或者在家真正的居士，或者一日修学离杀生法，你学的呀，今生又继续学，不照杀业，离开杀生的法，能断呢一切的恶，恶就是不善法啊，能断一切的恶的不善法，能够成就殊胜的善法，还能深入的能请大乘法义，大乘法义能修一些菩萨愿行，菩萨如何发愿，如何修行，你都能学，只说是学啊，没说你能修，从你学的当中深入了广大了智慧的法海，这生生死死的进修，就能证得无上菩提。那你所住住的、所生的处所、所结的佛土，没有刀兵，就不遇见刀兵劫，没有冤害，没有斗战，绝住部位。一切的部位都没有，安稳快乐，同时呢还无病长寿，这个国度啊，大多是无病长寿的来生到这个国度，佛就是如来，如来的智寿是无量无边的，因此我一切有情类给他说这种法，什么不杀生法，佛涅槃后正法久住世间，利益难乐无量有情，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一，远离杀生轮，这是十轮当中的第一轮，因为是行菩萨道，十业当中的杀业是第一，先断第一杀业，就是远离杀业轮，那所居的国土也是平安的，平安的，吉祥的，吉祥的。菩萨摩诃萨成就此轮，成就不杀轮，成就菩萨摩诃萨的十轮当中的第一轮不杀轮。那这样子呢，所得到的与声闻成得无误失，与声闻成的不得觉罗得无误失，答复金刚藏菩萨所问的十五个问题，第一个重要问题，能感殊胜果，没有错误，是吧？你在这十善不杀业的根本，能够修法进修的时候，在声闻成能够成就，不会有误失。
这要法说，要人来说，与声闻城的众生得无误时，一定能成道。与独觉城的法得无误时，与独觉城的人不得觉罗得无误时，与大乘法得无误时，与大乘不得觉罗得无误时，三业三宝的总性，合起来说，合起来说，要法来说，三乘法，也这个杀业的善根，不杀业的善根，成就了与三乘法与法无误事，说你学哪一法都能够得成就，要人要法说，都能成就。下至一切披片袈裟体虚法者得无误事，就是对于你出过家或者是没有出家为了避难披上一片袈裟，这个前头故事都讲了啊，不再重复了啊，也是剃了头发剃了胡须披上一片袈裟，也种了善根，也无误事，但是你得不杀，杀。而学习大乘法的时候，只能前进，不会后退。对于能得到智慧、福德，常能增长。利就是名利的，有慧的善根，殊胜的福德。只能向上增长，不会向后退失的。一切住陀罗尼、住隐住地，这是法啊，殊得自在，没有退转。常得之欲，住善知识，随顺而行。常能随顺善知识的教导，随顺善知识的指导。能够修行，常得不离见一切佛及诸菩萨声闻弟子，亲近呢圣人，乃至呢永不离开文法修道，不离文法。有机缘是你常时闻到佛法，闻佛的教导，不离亲近供养众生，总的说吧，就是常不离开三宝，常时呢精进求法的心呢，永远没有慢，没有慢缓停止，就是精进树籍成就，成就道业，常时发菩提心，以菩提心而发大愿，心里头直至成佛，没有厌足的时候，这是一个第三业，十三业啊，广讲的一个第三业。假使说你自己不杀生，常愿众生不杀生，见一切众生的死亡，见一切众生的灾难，比如说死亡的灾难，你发大愿救度众生，那就是普贤行了，普贤愿的不杀生。如果有观音菩萨的大慈悲心，不但不杀，而且要发愿救度一些众生。为什么有杀生的，你遇见到的，你把他救度下来，那功德的更大了，那就是大菩萨所行的菩萨道。
菩萨善男子，要菩萨摸萨能尽应受，离不于取，也是私欲于众生，无惊无怖，无有热闹，亦无搅动。与自所得的法财力喜足而作，从不需求非法的财力。不允许就是偷盗，如果你不偷盗了，就是布施给众生，无惊无怖。人呢，得到财富了怕他失掉，想种种的方法保护，对，要不被盗，不被人偷盗，他人不给，没有允许，你拿的都叫不允许，没给你，你拿就叫盗窃，盗窃。知道的他的别人的东西，你心里欢喜，想得到，得到不是用正当手续拿钱去买，而是想法的偷盗，看的人东西喜欢，生了盗心，这根本就犯了。或者把那个物件拿到，盗窃是讲的距离本处，距离本处，我想这个东西，我拿开这个东西，拿到手离开本原来的地方，盗窃犯成了。说他拿起来后悔了，哎，我不能犯到再拿回去，也犯了。不要没有物，在那意念上已经犯了。先有一个道的思想，知道这件东西是属于别人的，你想得到，这叫不予，没得到人家给你，就不予取罪。这里的学道家就知道了，是误拿的，不是道心啊，主要得有道心，把这件东西看成了像自己的，这叫误道。包括你亲属，或者你儿子的、你女儿的、你太太的、你先生的，没得到本人允许，你要拿都犯道，距离本处就犯。没动手，光是意念，那没犯，把道心取消就好了。只要不予取戒，佛戒。由于善根树的成熟，就是从来不贪别人东西，从来没偷过人东西，有这个善根成熟，不盗窃啊，那所有你以前做过的错呢？